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艾米丽。由于本仙女天生丽质，比人胸花国色天香，娇俏可爱，他们三个都想做我的守护者，还说一定会保护我的。不是吧，玛丽大姐，我错了，你别追我了行吗？见到你我眼晕。是不是姐姐长得太好看了，让你自惭形秽呢？这倒不是，主要是你那个被缝起来的脖子实在太吓人了，人家胆子小，她看到了晚上做噩梦呢。切，像你这样的小丫头懂什么？姐姐我这张倾国倾城的小脸蛋，再加上独特的贵族气质，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纯情小少男呢。切，那你倒是去找他们三个男的呀，追我干嘛嘛？我知道了，因为我比你年轻，所以你自卑了，然后才追着我不放的。艾米丽，你跟这老娘们有啥唠的呀？敢说我老，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快走，他要发疯了，赶紧开溜呀，先到角落里醉一波。我去，你想干啥呀？哥哥们救命呀！玛丽大姐，你不要过来，别急，有我们保护你的。想看你们的了。瑞雷同学，你是猴子下来的救命吗？哎呀妈呀，愁死我了。下一个到你了，小牛仔。想英雄救美也要自己有本事才行呀，瞧你那怂样吧，我就不信你还敢来。快走快走，他这是激将法。凯文，你怎么这么傻？诺顿小哥哥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果然还是你更靠谱呀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们三个说好的保护我，怎么都倒了来？人家只是个弱女子，这可让我如何是好呀？如果保卫们是艾米丽的话，会怎么做呢？快关评论告诉三